你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心理有，才能说过来。哦，这是连马蹄一块儿好像。和姿势都不一样了。这没长嘴，不长还行，就我觉得长嘴的跑起来，好像是喘气，喘粗气啊。哦，这样的。这个位置，哎。最后就是这个玩意儿，你是这一勾一点就完了，它这个啊，还可以这样，你找准，哎，啊，这个，这形状出来哎，形状出来了。这个有精神，这个。哦，那是蹄子啊，哦，这才看出来看出来吧？了。啊。就是这个像这些东西地方吧，一点都行。哦，原来你背留一背也行，留点也行。啊，那整体出来了吧？是，哎，这个就比较什么一些啊？你像这个梯子，这个梯子上这个。嗯。这个有劲哇！对。那个东西就得多练，我现在是不敢下笔，或者是不知道从哪儿下那还啊。外甥那样，人有我都得那样。这里贴纸能贴的很贴性，不贴性。对，但是提上以后显得就是更什么一些。后来找这个线的时候吧，干干，要掌握不准就是阴阳。对。你让它跑出一点不要紧，出来这一点不要紧，出来这一点。您吸烟还喝酒吗？喝点儿，喝点好。一会儿我管你发，不，那个什么，咱出去简单吃一点儿，没有，是吧？我今儿给你打个电话，有个写字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人家是俺妹夫在这也在这个院儿的，他当兵回来的，我也在当兵回来的吧，人家后来他出去了有事儿，上他站住去了，我寻思
那一块儿也行啊。我交流交流吧。嗯。你起码还得写字儿了，我也跟他学字儿。哦。字儿我就我自己学，算学的。对对对。你光画画不会写字儿也不行啊。这个字啊，就是那个。他们那个吕老师啊告诉我，就是多多写啊，就多写，实在是多画啊。你像我跟你说这个事情，你每这号纸，嗯，小小纸张啊，小的是这个可能是十毛钱一张的，我那个几分钱一张，哦，基本上带格的那号的，你反面仅用，用了以后你别白白的，你还叠了那的，我那个金银什么的，哦，那个锡啊，我从家里背来的，家里还有那个锡啊，哦。光这个一刀一刀的纸，光这个每一个月就这个，这个这上个月用了三刀。哦，对，那您确实是下功夫了，这也是。你给他完了，你在那是吧？对对。所以说，你可专门买的案子治好。啊、哦。你铺那个毡子，你多难看见，我都没在这放着。哦。你哪怕是说的是啥水弹上的不花，你一杆子就进去。你看那上学知道。对对对。这个五行，灵感。啊、嗯。只要有灵感。对对对。嗯。哦。五马精神。龙王也是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，还没人敢阻挡。嗯嗯。你现在主要做什么？我现在主要是做电梯这些，是吗？哦，电梯。啊。是才开始做，原先做煤矿，煤矿吧，后来钱要不回来了，现在弄得挺难受。你叫电梯是什么电梯？就是那个咱楼上这啊，对。你是带着一帮人做，是给那给你厂子做？给厂子那个销售，主要是销售。哦，销售。啊，也是才开始那个在泰安这边来做这个。这个马车活，它都一块小肉瘤。哦，没那观察过。你没你现在没有这个习惯，你画完以后，你看见你的心思，马上电视上。哦，对，看到以后啊，懂了。哎，就是这。嗯。这个马的眼是个菱形的。哦。我这个对就有了。嗯。嗯。Mm-hmm.